不干部的用用的大批的东想细看这些东不是来拜拜又做定拜拜这看起来的上课原来它是长期庙方举办的在夏令营要怎么样开始我们的怎么样分组那我们今天呢会怎么样会第一个有个人的怎么样理财小王子、等一下有个团体活动会选出来不但有怎么样丰富的奖品、我们还有皇冠要帮他怎么样要帮他加冕、请问申办信用卡的这个需要几岁才能申请没有答对好那拜拜手二三四组拜拜手没有北港埔德宫今年首次联合银行将对儿童推出理财相关夏令营活动，希望培养儿童正确理财观念。理财的观念是最好是要从小培养。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成了月光族，那其实基本上是有一些这个理财观念不正确。我想说观念要从小导正哦，所以我们这个月暑假也蛮应景的啦，就来办这个理财营，也请到我们星光银行来设计这个课程。那我们跟在地的这个非药青年协会大概也来共同来举办哦，那协助辅导一些地方上的弱势家庭的青少年这样。为了引起小朋友学习兴趣，主办单位也利用各种影片以及趣味活动，让小朋友到底了解，大家拢生个真欢喜。课程大概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年龄层比较低啦，所以说我们大概都是用这个活动的引导，用问答。有讲真的、这种方式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然后灌输他们比方说复利的一个威力、储蓄的一个威力、让他们知道说其实透过活动可以学到一些这个观念这场活动吸引超过60名学生报名参加让北德宫庙来气氛热烈滚滚北港北德宫表示未来有机会延续夏令营活动为偏乡带来学习资源也期待小朋友透过夏令营活动充实万长的假期记者李嘉山差不多